2016年，中央一号文件公布，将深入推进农村改革，提出以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将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，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，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。